来吧，老铁们，有吃过海肠的吗？海肠又称海底软黄金，它非常补，补肾，补头发，补脚，哪都补。有没有吃过的老铁？有吃过的老铁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感谢老铁。到海边，我这个妈嘞，发现这大家伙啊，冬天里海边零下十多度气温啊，特别的冷，风刮得嗷嗷叫。看这大家伙头部基本被的僵硬啊，都结冰了。这大鱼背部有伤啊，可能被渔船螺旋桨不小心击打到了啊，冲到岸边这里啊。好多朋友看到这么大的鱼，觉得赶海好玩，就留下小红心。想看拔出啥大家伙的朋友，双击加个关注，看下个视频出货啊。记得有空看我七点左右直播了。老铁啊，这就是上个视频那条鱼啊，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，终于快把它拔出来了啊！我的妈嘞，这天太冷了，手已经冻得挠骨了啊，没有知觉了啊！这条鱼也太漂亮了，老铁们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海底黄金鱼吗？那我可发财了！嘿嘿嘿，有老铁进来看我抓这么大一条鱼啊，手都冻没有知觉了啊，反手就给一个双击支持一下，有老铁还默默加个关注啊，看我精彩的户外直播啊，感谢支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沙滩上啊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小翅膀了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一定要拿个铁锹给它挖一挖。根据我赶海多年的经验啊，这下面应该是只蝴蝶鱼了。嘿嘿，有这么抓过蝴蝶鱼的老铁扣个一，没有抓过的扣个二。进来兄弟，别忘了给你的老弟来个双击，行不？嘿嘿，记得添加上一个关注，来看我赶海直播。老铁跟我说，让我抓一条海蛇，就会给我点颗小红心。我不知道这条算不算，也不好意思给大家要小红心了。第一次钓到这种鱼啊，属实有点紧张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的第一次不紧张呢？第一次见的老铁就点颗红心吧啊！喜欢赶海点个关注，每天带你们赶海抓海。